来他已经走了整整两天了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到陈家沟啊。六妹啊，到陈家沟要十几天呢，哪有这么快到啊？是啊，姐姐，你不用担心了，阿海已经不是小孩了，再说又不是第一次出远门啊。哎呀，不担心是假的，他这一次要去整整一年呢。哎，对了，我就借口去乡下亲戚家，趁机追上他，然后陪阿海一起走。哎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这么肥胖，行动多不方便呢，你要我担心啊？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。哎，好啊好啊。不行呢，不行呢，你们两个女人去怎么行呢？要去啊，我陪你们去吧。哎，也好啊。我看不行，你们三个人呢，都是吃惯用惯享受惯的人，出去你们不习惯。这样吧，我跟你们一起去伺候你们怎么样？哎呀，这样不可以呀，老爷一个人在家我又不放心，你还是留在他身边照顾他吧。是啊，姐夫出去找七小福了，过两天就要回来了，家里没人，谁伺候他？对了，就这么决定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快去准备东西。好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快点快点快点呐、啊、来了来了，追上阿海吧。仁哥呢？哎，我来了我来了。哎呦，你们快点快点呐、啊、哎哎，来了。慢吞吞慢吞吞的，等你们浪费那么多时间，要是一个人呐、啊哎、早就到陈家沟了、哎、说不定啊已经和阿海见面了。仁哥，又是你，每次都慢吞吞的，怎么比我们女人还慢啊？还说呢，这么多的行李我一个人管，要是没人管带回上船呢、啊、还更麻烦呢、啊、哎，船呢？是啊，船呢？哎，不是你订的船吗？哎呀，我以为小芙蓉订好了。我没有啊，我以为是仁哥订的。哎呦，你指望他，他指望我，我指望谁呢？三个和尚挑水还没水喝呢。不关我的事儿啊。哎，你快去找啊，想办法啊。那就去找啊。去啊。走啊，周夫人出门啊。是啊，我们要回乡下。哎，不过要先到陈家沟啊。哎，老兄啊，你是不是要出海啊？是啊。哎，我要船的。大，一定大的。哎，我要快。快，一定快哦。哎，最重要的还是稳当呢，上了船千万别摇晃啊。保证你稳当，不但稳当而且还安全，比你坐火车还安全呢。哎，那好啊，咱们就坐了。哎，还来了。还没到呢，你自己回头看，后面还是上海呢。哎，能不能快一点呢？再快一点啊！最快的速度也要三天呢。啊，最快也要三天呢。我情愿跳河自尽呢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船靠码头，我们要上岸行不行呢？可以，上岸也得要一个小时之后啊。啊，那不天都黑了。哎，上岸呢、啊？我一定要找家最好的旅馆住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只要最好就可以了。快一点啊。哎呦，不管去，来，哎，老板，你们这怎么那么差呀？哎，这么脏，还有味道哎！这是最好旅馆啊。不是啊，在这个镇上啊，最好的是这里，最差的也是这里。哎，老板啊，最近这几天有没有一个身高七尺、白净英俊、长得和我有点像的年轻人来住过店啊？这三天，除了你们三个人，没有人来住过店。哎，你们到底住不住店啊？你废话，我们不住店来这儿干什么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姐姐啊，住不惯便宜的，你要给我们最好的。好吧，那就豪华套房吧。哎，好吧好吧，包你满意哦。哎，带我们去带我们去。好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舒不舒服嘛，我都累死了。哎呀，我累得骨头都快散掉了，你的手这么没有力气，我怎么会舒服啊？难得出趟远门呢，走那么远的路，我的两条腿都不像自己的了。就是、啊、哎呀，难为阿海要出门一年，我们还得陪上他一年呢。为了阿海，我这个做妈的辛苦点
也情愿。哼，哎，几位这么累，不如试试本店的按摩服务。按摩？按摩？正宗的南昌盲人按摩，包准消除疲劳，浑身舒服。哎呀，劳驾，要三个盲人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太痛了？不是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继续，继续。怎么了，先生？是不是太重了？太轻了，太轻了，太轻了。你就当他们在唱歌嘛。唱歌？就算我不睡，别人也要睡啊！你快跟他们讲讲嘛。哎呦，我们这里就住了四个人，他们就有三个，你一个。他们住的又是头等房，你住的是三等房。你叫我怎么跟他们讲啊？好，你不管啊，我立刻搬。好，我们这里啊可是独一无二的。哎，等等啊，来，我送你的。什么东西啊？是包安眠药，你吃了药之后呢就可以睡觉了，他们的声音啊你就听不到了。哎呀，你说你这是在搞什么鬼啊？半夜三更有毛病啊！半夜三更半夜的烦不烦呐？哎呀，真缺德啊！吵死人呐！让我去骂他！哎呦，你干什么啊你？妈！哎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哦，我们要去乡下亲戚家，想不到会在这儿碰见你啊！哎，是啊是啊，真是无巧不成书啊！哎，你比我们早走两天，怎么这会才到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那火车走到一半居然坏了，所以耽误了两天。所以说啊，姐姐，老天爷啊不负苦心人。哎，这下你见到阿海了，该放心了吧？啊，对了，阿海啊，我们去的亲戚家呢就在陈家沟附近，不如我们一起走也好有个伴儿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好，好是好，但是我这几天赶路一直很辛苦，我怕你们跟着我会更辛苦。我不怕辛苦啊，找人按摩了以后精神好多了啊。哎，是啊是啊，我们把带到乡下去那些物品啊，哎，就地送人，全送人，哎，轻装出发。哎，轻装出发，不会耽误你的。姐姐你说呢？啊，对，阿海，你别看你妈很胖啊，但是你妈走路很快的，像一阵风一样啊。妈，我知道你很疼我，但是我这次是去做正经事。妈也是去做正经事嘛，妈保证不会耽误你的，你说好不好？我是去学舞，又不是去玩。说到底你就是嫌妈会妨碍你。那好，我们以后啊就各走各的，我们去看亲戚，你呢去学舞，大家互不相干，好不好？姐姐，姐姐。妈，你看又把你妈惹生气了。哎呀哎呀，阿海呀，你就顺着你妈的意嘛。这家人还真享受啊，一会儿炖燕窝，一会儿按摩的。哎，伙计，这燕窝是租给我们的。我来拿就可以了。我是想做个孝顺儿子。啊，现在像你这么孝顺的人还真少。哎，麻烦你了啊。不客气。哎呀，姐姐，你不要再生阿海的气了嘛，算了。哎呀，六妹哪会生阿海的气呀？她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你看看，他连参汤都熬好了，等着阿海喝呢。哎呀，我那么辛苦把他生出来，他终究是我的儿子，我又怎么会去生他的气呢？这就好了，我们明儿一早啊，跟阿海一起上路啊。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啊，我怕我明天呢早起不了。早？早是几点啊？哎呀，早啊，就是五六点了。对嘛，我们平常睡觉都要睡到太阳照到屁股了才起床的，那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操什么心呢？哦，我这儿有包药。哎，你下毒想毒死我儿子？哎呀，看你说的，这是安眠药，等阿海呀喝了参汤以后啊，这药性一发作，他明天早上想起也起不来了。行不行啊？行啊。哎呀，这个关键是啊，我们三个人呢可以睡一个好觉。对啊。哎呦，哎，阿海啊，这是什么啊？妈，还生气啊？我专门拿燕窝来给你吃。
现在吃什么都补不回来了。哎呀妈，赶路要长途跋涉，我怕你辛苦，怕你累坏了身子，所以才不想让你去嘛。别生气了，做妈的什么时候会担心照顾儿子辛苦的？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母爱啊，珍不珍惜啊就要看你自己了。啊，我还不珍惜啊。哎妈，不珍惜怎么会拿燕窝来给你吃呢？那我帮你按摩啊。哎呦，你看你看，哎呀，真是母子情深呐。哎，是啊是啊。阿海啊，你先坐下啊，把这参汤喝了。啊，参汤。哎，是阿海，你妈一大早就给你熬好的参汤让你喝呢。哎，别说参汤了，为了我妈妈，洗脚水我都喝啊。哎，你们趁热把燕窝吃了啊。哎，吃完了早点睡觉，明天早还要上路呢。哎，好啊好啊，来来来，我们呢明天一早上路。来来，啊，这么早，睡醒了？你也这么早起啊？起来了。哎呦，你们终于睡醒了。啊，你们已经足足睡了两天两夜，40多个小时了。啊啊，参汤。哎，芙蓉姨，不如我帮你拿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里面啊很多东西都是女人的东西，男人家是不方便拿的。是啊。女人呐、啊，就是麻烦的事情多呀。哎呦，阿海啊，什么时候可以坐到车？哎，我问过了，前面有条大路，这样下去半个小时差不多会到了。啊、哎，哎，我们是不是走得太慢了？你看前面的阿婆都比我们走得快呀。不是我们走得太慢，你看看是阿婆身强力壮，健步如飞呀。哎呀，累死了，可不可以歇一会儿嘛？有没有搞错？还走不到10分钟，你就要歇了。你们不知道我这么胖，连站着都累，何况还要走呢。哎呦，你真烦呢你呀、啊！你又没拿东西。哎，好吧好吧，就休息一会儿吧。好好好，妈休息一会儿就可以了，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的。哎哎，快休息快休息啊！哎哎，好休息。哎呦，我真是累啊。哎哎哎，阿海到底去哪里了？那么久还不回来啊？会不会嫌我们累赘，就这么一声不响的就走了？不会的，阿海不会这么没良心的，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嘛。哎哎，阿海来了，还有马。哎哎，有马呀。哎，好了。正宗太极，祖传，正宗，祖传，哇！哎哎，阿海，快快快快，阿海啊！哇，正宗太极。哎哎，阿海啊，难道这就是陈家沟？是啊。哎呀，不是呢，还没到陈家沟啊！你们看看，那牌子上写的是朱家镇呢、啊。朱家镇，朱家镇，大街小巷全都是什么太极馆啊、太极馆的。如果到了太极之乡陈家沟，那不更不得了了？对呀、啊，我听爸说过，在陈家沟附近，小孩40岁就练太极了。个个都是太极馆，有没有饭馆啊？哎呀，他们都是练太极的人嘛，又不是神仙不吃饭，怎么会没饭馆呢？哎呀，不要说了，越说肚子越饿了。就是嘛。好了好了，找个饭馆先去吃饭吧。啊，走啊！哎，阿海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刚刚吃完饭又吃，生意
青龙，都来买我的药。哎，小四啊，天天这么吵，麻雀都被你吵死了。越大声越旺嘛，精神爽快。这群吸水鬼又来了。哎，买菜是吧？小四，懂规矩吧？钱是没有了，烟丝可以拿去啊。烟丝，报告啊！有没有搞错啊？这是规矩，不多不少，不要贪得无厌啊！我说报告就是报告，怎么样？朱熹，不要欺人太甚。巴拉真，你别多管闲事，下一个就轮到你。兄弟们，给我拿过去。是。打他！正，快点！打他！快，起来！快点！打他！哎，哎呀，姐姐，这女孩个儿这么小，还挺能打的。不错啊，厉害！饭头，快点！听到没有？给我上！快点！腿法不错啊。没事。上！打呀！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。嗯，用了很多的太极功夫啊。哎，好像是正宗太极。哎，哇，好棒。哎，四两拨千斤。哇，这女孩的太极真是不错啊。不错。哎呀，简直是太差了。你看看，天下哪有这么简陋的旅馆呢？还说是全镇独一无二的呢。我看这一次啊，我们真的是出门不利啊。我都说过了，跟我来一定会很辛苦的，你们偏又不信。妈，你们不如……哎，住一晚上没关系啊。我这次跟你出来就是准备吃苦的。我说过住一晚上吗？哎，我们的目的地是陈家沟哎，你没看到外面那牌子上写着哎朱家镇呢？你没看清楚啊？我就是看得太清楚了。那个女孩是个太极高手啊！哎，你们也不想想，一个卖豆腐的女孩，太极居然会那么厉害？这里一定是藏龙卧虎之地，我就在这等高手出现。但这里的条件也实在太差了吧？哎，是啊，你看看连个浴室都没有啊！以后你练功练得一身臭汗，上哪冲洗去啊？就是嘛，练功会不辛苦吗？难道你们不知道？澡总是要洗的啊，去公共浴室洗嘛。哟，不好意思，要你陪我一整天。哎，阿海啊，不如我们去找一家大酒店喝杯咖啡，放松放松啊。看来朱家镇也没什么大酒店，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吧。那也好吧。哎，想不到练武艰难，找人教更难。那当然啊，他们一听说你是荣百川的儿子，就不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了。哎，那下次还是不要说了。不说也没用啊，只要你跟他们过上两招，他们就会知道你的底细，能骗过谁呀？那倒也是。这样吧，先坐一会儿，回头啊，咱们上别处再看看啊。我打你这个色鬼，不要以为女人好欺负。巴拉镇，以后别指望我会再来买你东西。滚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哎，阿海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哎，你等我，很快回来。哎。难道他想吃豆腐花？死男人，臭男人，坏男人，哼，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哎，小姐，还认得我吗？我怎么认得你？哎，小姐，我们见过面呢，就上次你在那个……先生，如果要买豆腐呢，就请给钱，不买就走开点。哎，小姐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恶意啊。你没恶意，我有恶意。哎，不要了。
小姐，那请问你的太极是跟谁学的？我太极跟谁学的，关你什么事啊？那你师父是谁啊？我想跟他学。我师父他已经死了，你到地狱去跟他学吧。那不如你教我吧，我付学费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呢？别找我做生意，走吧。小姐，那这样我把所有的豆腐都买下来，你不就有空教我了吗？哇，有钱了不起啊？不是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真心想学太极啊。你真不真心关我什么事啊？你给我走。小姐，走走走走，小姐，你再不走我叫巡捕来了，走走走。今天真倒霉，一个个都来跟我捣蛋。哼，这么过分呢、啊、低声下气的拜托他，他却敢安海走。哎呀，这个女的真泼辣，再好的武功也没用啊，不要理她了。哎，别再犹豫了，明天一早啊出发到陈家沟，那个地方镇子大，环境也不错嘛。好啊。哎呀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要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这次练武只准成功，这点挫折算什么？我不是要劝你放弃啊，我是怕。哎，妈，我知道这里环境很差，如果你们受不了，你们可以先走啊。是我自己要来陪你的啊，妈跟你说啊，我是一不怕苦，二人是不怕苦，况且、啊、这儿的环境也不错，我们哎呀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啊。哎，行了，你们自己慢慢商量吧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去找点东西吃啊。你们看怎么办啊？他又不肯教，阿海又不肯走，再这么等下去啊，我们身上的血啊都给蚊子吸干了。哎呀，这这哎呀，又一个。哎呀，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呀、啊！这样长期待下去，也不是办法呀。哎，你们看着我干什么？阿海不走，我是绝对不会走的。我的意志是很坚决的。哎，有办法了！你们还记不记得那排打气功是怎么外传的吗？当然记得了，不就是那个周崇义叫老爷的妹妹教他的吗？对呀，美男计。自古美女皆发春，我们的阿海啊，既英俊又聪慧，到时候一定会手到擒来的。对呀，到时候就可以收了他的功夫，把人也一块收来了。哎哎哎，你们胡说什么啊？阿海是有老婆的，再说他也绝对不会答应的。哎，他不答应了，我们肯呢、啊。再下一步啊，就绿笔情书诉衷肠了。哎，珍姐。哎，小田，什么事啊？就是呢，有位哥哥叫我把这封信给你。信？珍姐，那没事，我走了。好，谢谢你，再见。再见。真妹，如何认识你，如何喜欢你，我只是一一的淡忘，唯独情深一片，谁与我终生依恋，谁给我真心一片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也忘不了你，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，有缘的话可否相见阿海上。老板，请问有没有一个叫荣海山的住在这儿？把这个搬到上面去，搬到13号房啊！啊！荣海山，荣海山，在37号房。那37号房怎么走呢？小二，小二，快搬，快搬，都搬上去！老板，我是问你37号房怎么走啊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从这个门出去，左转，右转，再左转，一直走。老板，这有浴室吗？浴室，浴室有啊，不过是公用的。怎么走啊？从这个门出去，左转，右转，再左转，嗯、然后一直走。嗯。哎呦，搞错了。
没去正。你怎么进来了？你被吓了破落筐。站住！你偷看我洗澡，还骂我，说我卑鄙无耻、铺路狂，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向我道歉。我从来不向人家道歉的。你。不过，你不是想学太极吗？我事先跟你讲明，这很辛苦，而且我也蛮不讲理，你挨不住呢，可别怪我。没问题。珍姐，由哪一招先开始啊？磨豆浆喽。磨豆浆，不是叫我练太极吗？现在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？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是。先把黄豆倒入大磨。哦。谁让你用抱的？用手拿。用手。拿什么，姐姐？多拿点儿。天一半地一半，叫我赔钱啊！拿少了也不行，拿多了当然会掉了。怎么做？你教我。你过来，我教你做，听着。洗耳恭听。拿豆，多拿点。气运当天，头风玄虚，弯起心步，收钢。收钢？什么钢？那个钢。上一步。收钢提气，沉静松脉，放豆入墨，看看，就这么简单。哇，果然厉害，多事。珍姐，你太极练那么好，是不是跟磨豆浆有关系啊？乱讲，磨豆浆呢跟练太极拳、推磨呢都没有关系。想让豆浆好喝呢，不在于推磨，而在于水的分量。配合的好呢，豆浆自然就好喝了。哦。来尝尝。哦。不错。来考考你眼力，试试你的手感。一斤黄豆，接着。不错，当然了，加水半斤。这个送的，记住这个独门秘方，不准多，不准少，这样呢磨出来豆浆就会是最好喝的。八姑，不好意思啊，豆腐都卖完了。正好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帮忙。什么事啊？我家买了张桌子，没人搬，想请你帮忙。好，没问题，举手之劳嘛。在哪里啊？你这个人真好，在那儿啊。我们无缘无故走到这个地方。你看你看，豆腐店啊，还在里面啊。还无缘无故呢，分明是有意到这儿来的嘛。你是想来见阿海吧？就是嘛。我这是想我的阿海嘛，不知道会不会妨碍他。阿海是来练功的，又不是来坐牢，坐牢也能探监呢。为什么不能看他？怎么没看到那个八蜡针在这儿呢？既然如此，不如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妈想你啊，不放心，所以来看看你。你怎么样啊？才分开一天你就想我了？你在这儿辛不辛苦啊？还算可以了，不辛苦刚刚开始。那个女的有没有为难你啊？就是啊。怎么会呢？我来学太极。不过她人虽然凶了一点，但心肠蛮好的。阿海啊，那个女孩有没有对你动情啊？对呀对呀。动什么情？乱讲什么啊？
这不是乱讲啊，你呀、高大威猛，武功高强，能文能武，又会疼女人，很可能会看上你的。哎，他如果看中我，就不会开口闭口的来骂我了。我绝对相信，就算神女有心，都相王无梦啊。我们阿海心里啊，只有英子一个。妈，你讲到哪里去了？哎，你们一个两个三个都在这边干什么？我们只是到这儿来看看阿海行不行啊。你们到我家来没经过我的同意，怎么可以随便出入呢？珍姐，他们是来探望我的。你不要忘记，你来这里的目的是做什么？要我教你太极拳，你就得听我的，现在要推磨，不可以浪费时间。哎，我们总共加起来说了还不到三句话，怎么可以说是浪费时间呢？就是嘛。对不起，我不欢迎你们，请你们出去。珍姐，你就通融一下嘛，别那么不近人情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也别为难阿海了，我们还是走。哎呀，走了，走就走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走就走嘛。继续磨。多了一个人吃饭，连菜都要多煮一碟。吃饭了。哦。吃饭。珍姐，能不能看一下你的手？哎，你别误会，你看我的手，才推一天磨就变成这样子，可想而知你的手会什么样子。我的手怎么样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不行，我可得向我舅舅要两瓶磨砂雪花膏。两瓶，你一瓶我一瓶啊！我才不要呢，我从来不用那些东西。哎，没用过才要试试嘛，很好用的，我妈也一直在用。哎，你妈妈有教过你啊？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吃饭啦。吃饭。哎呦！娇生惯养，才摸一天摸就变成这样，连饭都不能吃，回家你妈妈喂你吧。吃不成饭可以喝豆浆。站住！坐下。豆浆是用来做生意的，不是给你喝的。阿珍呐，你们店里那个男孩子是谁呀？哪个啊？这几天在这里做事的那个。他，哦，他是我远房亲戚，表弟。表弟？不是吧，是男朋友吧？不是啦，你们是不是来喝豆浆的？哇，我们是来送红包的，你后天21岁生日，我们都还记得呢。谢谢八姑，谢谢九姑。哎，珍姐，黄豆回来。搬进去吧。哦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生日啊？我不只知道你今天生日，还知道你21岁。你怎么知道我21岁？我不只知道你21岁，还知道你从来没吃过生日蛋糕。你又怎么知道的？哎，我找过整个朱家镇，问过全镇的人，这里根本就没有卖生日蛋糕。你是什么？那什么是生日蛋糕啊？哎，生日蛋糕，生日蛋糕就是大大的，有奶油。哎呀，怎么解释你也不知道了，以后有机会送你一个真的。那今天虽然是个豆腐蛋糕，但是也可以应付了，许个愿，然后把蜡烛吹熄。一定要这么做吗？嗯，好。好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心想事成。哎，
不过你这个愿望不能讲出来，讲出来就不灵喽。好，切蛋糕了。哎，刀呢？我去拿。真是好心没有好报，我想我来练太极，顺便帮你磨磨豆浆嘛。那好吧，我虽然很公道的，你帮我，我也不让你吃亏的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我也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。那你记住啊，听得明白是你有本事，听不明白是你的损失。什么？身心不可使气，轻轻循的规矩，顺其自然之势，以手领肘，以肘领肩。哎哎，再讲一遍。不可以。哎，珍姐，珍姐。身轻不可以使气，顺其自然之势。大叔，卖橘子啊？不是卖橘子，哎，你买鸭子？哎，今天很高兴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生意好吗，大叔？哎，好好好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哎，你好。哎，丙叔，你好啊。哎，王老师，今天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啊？嗯，不用你管。哎呀，真的，今天苹果都很新鲜呢。哎，李姐，我正想请教你呢，一只鸡，一只鸭，炒一碟菜，煮一个汤，五个人够不够吃啊？差不多了吧，再加条鱼更好啊。哎呀，天天待在这个地方，又没有别的地方好去，真是闷死了。哎呀，就是啊，又没有百乐门，又没有和平，又没有大戏看，真是度日如年呢。这个地方的人呢，个个都是粗衣麻布，连想买件漂亮衣服也找不到像样的商店。哎，你千万不能穿漂亮的衣服啊。干嘛？我听人家说呢，这儿的女人呢，如果穿了漂亮的衣服，十有八九不是正经的女人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听说这儿还有条花街呢，不如我们晚上去见识一下。哎，不能去，你可千万不能去，那是一个堕落的地方啊。哎，不去就不去嘛，我又不是去寻花问柳。哎，倒不如我们去看看阿海怎么样。哎，不去啊，好男不跟女斗，我不想看到那八蜡针呢。哎，就是嘛，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啊都有一百多岁了，可是那个小丫头片子啊，整天嘟嘟囔囔骂骂咧咧的，我们受她的嫌弃啊，那多没面子啊。好了，不去就不去嘛，省得为难我的儿子。哎，你们说那个八蜡针呢，到底会不会爱上我们的阿海啊？哎呀，就怪我写的那封情书太真挚感人了，那八蜡针在劫难逃哦。哎呀，如果他真的爱上我的阿海啊，可就麻烦了。哎呀，希望他没那么傻了，阿海哪有可能爱上他呀。哎呀，如果啊他有自知之明的话呀，就应该知道他配不上我们阿海，就应该知难而退。哎，如果他能知难而退的话呢，那就好了，到时候啊我的阿海武功也学成了，那时候我就用十两八两黄金做一个大金牌给他送过去，然后对他说谢谢，拜拜。身心不可使气，轻轻遵着规矩，顺其自然之势，以手领肘，以肘领肩。
哎，回来。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，原来是个卑鄙无耻下流的登徒浪子。哎，我怎么了？无缘无故骂得我狗血淋头。你等等。还给你。我不要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你先给我情书。情书这哪是我写的？我知道不是你写的，是你家里人写的。我家里人，哎，好像是我舅舅的笔迹。承认了吧？你承认你跟你家人一起写信给我了吧？哎，承认什么？这信我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何来串通啊？荣海山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对我是多么的残忍？我当然不知道了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一封信，再加上你平时一些虚伪的表现，才会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喜欢你吗？啊，你喜欢我？我有太太了。什么？你有太太？嗯。骗我！你有太太还叫人家写信给我？你以为我是个好欺负的女人呢？你会后悔的，你要付出代价。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，那个巴拉阿珍没逼你做苦工啊？嘿，他还算是个聪明人呢、啊。我啊，正在想锦囊妙计，帮你跟他理论呢、啊。锦囊妙计，又想冒我的名字写情书啊？他怎么知道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样害得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？哎呀，阿海，你不要这样怪你舅舅嘛，这件事儿妈也有份呢、啊。妈，哎呀，其实我们这么做也是想帮你啊。就是嘛。算了算了，不学了，收拾包袱走人。哎呀，好啊好啊，我们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哎，走走走，哎哎，快走。阿海啊，你不学太极了？我还学什么？这样下去误会越来越深，对他对我都没好处。哎呦，哎，该不会是来寻仇的吧？怕什么？你们帮我解释不就行了？荣海山在不在啊？我是什么事啊？啊、哦，荣少爷，我们想请你回去调查一些案件，例行公事而已嘛。啊、哦，例行公事而已，公事而已。哎哎哎，干什么？